性是一种爱的过程。那，我会用跨维度的方式去分享无性恋，但里面全部都是我个人的经历，所以并不能去概括所有的无性恋。那么整集我主要想要去分享的真实意念是关于性恋系统，还有共融的爱，以及存在状态。那还有，用更高维度的角度去看待自己的历练与发生。平行宇宙，我会先以不同的当下去分享这件事情，因为我想拿掉线性，线性是一个框架性的思维。好，那么先来说我在平行宇宙所经历的好了。我综合了所有平行宇宙的我，一起去厘清我的议题。首先，无性恋这件事情，它就是像同性恋啊、泛性恋啊，或者有性恋，你不能够以有性恋的角度去看待无性恋。这就好像是，如果你是蓝色皮肤，你天生就是蓝色，你怎么会去质疑另外一个存在是橘色皮肤或是肉桂色呢？所以我分享我在平行宇宙的经历，并不是说我要去治疗性倾向或者性认同这件事情，而是我在从中让自己的信念系统变得更加的chill，更加的美好，或是更加的轻松自在。OK。首先，我有创造几个守护者，那这些守护者呢，接下来我就请他们去找一些 NPC 也就是人类。那么我作为人类，我再次与这些守护者相遇了。那当他们觉醒了以后，他们就会发现他们的指导灵就是我创造的守护者。那么在很多时空，我也与我的守护者们在一起。那么接下来来讲解几个时空了。这是我好在这一个时空里呢，他跟他相遇了。好，那在一个画面里面发现说，他发现他在一个性场所玩乐，那么它是无感的。我进入了这个时空，应该说大部分平行宇宙的我一起进入这个时空，一起看待这时空的我们。那我们就理解说，去感受这份无感，好，就是淡然的，没有感受的。那这一关就立刻破解了，打勾。接下来又是我。一样到这个时空，那所有的我都在旁边看着这两位，那又再次来到了一样的性场所。那这一次呢，我就在一开始的剧本里就是想说，怎么又来到这里，这次是要破解什么。那我们也思考了一段时间，就明白说，这一次是要一起去这个性场所玩，然后拿掉抗拒感，拿掉否定感，就是去体验而已，去享受而已。那后来玩完了以后，发现说，也没有特别享受，就可以走了，然后又破解了，打勾。意思其实就是要让这个我明白说，我也不需要框架自己，我可以去享受或者不享受。但我的心会是一个自由自在的。好，接下来呢，遇到这个，
这一个很火辣，身材很好，我知道说他也是我的守护者之一。然后我们相遇了，一起散步，散步，散步，散步。那就只是散步而已，所以我就在思考说要怎么破解。最后总结破解的方式，我中间也踹了很多种。最后总结的破解方式，我原本想说是要跟他接吻嘛，亲亲亲，亲亲。结果怎么没有破解呢？后来我发现了一点，就是我跟他分享附近好吃的东西，他也吃得很开心。然后呢，我很自在的碰碰他，手牵手抱抱他。然后发现说破解的占比只有50%到70%，那至少这方向是正确的嘛。于是又重新我们在散步，这一次我的破解就只是很自在的跟他说，我们去做一些好玩的事情吧，有什么特别好玩的事建议的吗？然后我们就去拉胚了，一起做陶艺。这个时候就破解了，所以这个我明白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为了破解，然后去迎合这个关系，亲亲，但其实不需要这样，就是我明白，我要明白说他也爱我，我也爱他，可是我们不需要用人类爱的方式去定义我们的爱，必须要是以哪一个模式进行，我们不需要说一定分享爱就要有性行为、性接触，或者是说要有其他亲密的东西，当然要有也可以，并不是否定这件事，而是说让自己变得更加自在。好，接下来呢又到一个时空 again 又是我。好，在这里这个版本呢，这个也是我的一个守护灵的化身。然后我们在一个很空旷很美的一个那个很也不算落地窗，但也很像落地窗的一种，它就好像把床摆在阳台一样，但它又不是阳台，它有遮罩的一个地方。然后这一次我跟这一位我就想说气氛很美好，可以上它了。然后准备要上的时候，噔噔，发现没有破解。那差不多的一样，我在里面跟所有平行宇宙的我，然后大家一起左思右想，左思右想。后来我们决定让那个时空的我们这样靠近，抱着他，然后噔打勾，又再次破解了。那一样是拿掉一些框架嘛。好，接下来又到一个也还是我的守护灵，然后又是我跟他。这一次呢，其实他同时是他跟他，然后这一次的形象是他是一位跨性别，他是想当女生的男生，那么我们在一起，然后他很火辣。那么在那个版本里面呢，他就这个我也在跟他讨论关于我在平行宇宙破解的故事，所以现在说话的这个我其实也在跟我的守护者们讨论我的故事，而平行宇宙的我也在跟他的守护者们讨论这个故事。好，那么当他要跟这一位跨性别的恋人讨论的时候，这位跨性别的恋人却不耐烦的回应，讲说你都有你的道理啊，难怪破解不了，然后就不爽。那这个时候我们在这边就要思考要如何破解这个故事线了嘛。首先我这一派的现在说话这个，我觉得看他的什么嚣张的态度，想去打一巴掌。然后其他的我说这样子应该无法破解。后来我们这一派的呢，就是我有很多派嘛，觉得说他会这样子说代表他是想要得到关注，
然后应该是有某些地方觉得这个我不够体贴吧。但现在说话的这个我这一派都觉得这一个我超级温柔的，因为现在说话的这个版本的我这一派都有很多任务，所以我们就像是战斗型的。那这边这一个我感觉他们都过得非常的舒适，嗯，就是活得很轻松自在而已。那后来呢，这边的那一派也跑过来试试看帮忙，接下来就是操控他，跟他讲说，嗯，那你有什么想法呢？还是你最近有遇到什么困难吗？结果一样，得得，失败了。那一样让他们那一派尝试，嗯，这一次就换成这样，这个跟他讲说，你这样子提，你这样子说，是你很不喜欢我平常作为一个解决问题者，用諮商的方式跟你对话吗？但你明白，其实当你有难度的时候，你在经历那些难受的议题，只有自己是自己的老师。你明白我实际上是在协助你啊。然后再次嘚嘚，然后他就更生气。接下来呢，我们就又在集思广益。这一次我们使用的方法是再次回到那个当下，他在那边哒哒哒哒哒哒的时候，然后这一次我直接走到旁边，什么话都没讲，直接帮他盖上了一个毯子，然后微笑而已。后来就哒哒通过了。那之后就明白，在这个故事线里面，其实是他上礼拜买了一束玫瑰花放桌上，而他没有注意到，所以他就为此不开心。他认为说他是一个解决议题的人，但是在他买玫瑰这件事没有好好陪伴他。好，其他版本的我心里觉得干着傻笑，其他版本我觉得我绝对不会跟这种类型混，但是这个版本的我开心就好。好，那这个又过关了，过关区。接下来呢，又来到一个时空，又是这一位，然后也是平行宇宙。那这一位呢，他注意到我的手上有齿痕。那我手上齿痕是被刚才这一位咬的，所以这时空前面几位都有出现。但他就开始说，你手上怎么有齿痕，被谁咬的？那我没有多说些什么，以及我们就真的只是散步也没干嘛，他就咬了嘛，就这样子。这时候我在破解，就在想说，咦，是在思考齿痕这件事是要对他解释吗？后来就对他解释，就哒哒是错的。那我就知道说，哦，我是要回归我自己，这是我的剧本，不是他的，不是他的，但也是我们一起的。这一次很有趣，这一次呢，我就抱着他，然后打开手机介绍了他。接下来我说，改天我们一起吃饭吧。然后画面一转，进入下一个当下，是我们三个一起吃饭。接下来呢，这两个人就都跟我相爱了。那当然，这两个人他们本来就是跟我是一个共荣的状态，我是指他们本来就是我守护灵，他们变成不同的人，出现在我们每一个剧本中。好，那这里我就知道说，哦，我又用人的框架去考虑我们的情感关系了。好，接下来从这里又变成两个剧本，但是这次就很好破解，就是我们三个要一起睡觉。然后这时候我就经过前车之鉴，我就知道嘛，就是很自然来享受当一个有性恋跟他们发生关系。那但是是带着一个自然而然的。那第二种就是我一样继续当我愉悦的无性恋，然后我们一起躺在床上，接下来用
荧幕看了一场很棒的电影，中间还有起来抽个烟啊，喝个小红酒啊，很舒适，所以这个也破解成功了，耶、yeah ！好，所以这几个故事是我在平行宇宙号召不同的我一起去破解我的议题的，也就是说，关系它并不是一个手段，那你要去回归你自己，去感受爱是什么，整体的爱是什么。你内在让你最纯粹最自在的爱是什么？虽然这些平行宇宙都有有性恋的故事跟无性恋的故事，可是核心不变，就是爱。嗯，好，那接下来再回到小时候的我好了。嗯，小时候的我其实很那个版本的我啦，蛮辛苦的，就是我看见一个人我就知道说后续跟他的发展，所以在那段过程里面，我遇到这个人，我遇到这个人，但在我的眼里，他们都是同样的人，他们只是不同的肉身，但同样的灵魂，可能同样灵魂，但不同维度。然后我知道说我跟这个完成了，那他维度可能到这里，结果又来了一个他。其实他也是他，可是更高维度，因为我上升 level 了嘛。然后接下来呢，又完成了，又遇到他，但是也是更高 level 的。但他们三个其实同一个，一从低到高 level， 直到我彻底完成课题。那甚至，我会知道是说我在拆解一些生命过程。我既是老师，也是学生。我透过跟他们的相处历练，我明白到我如何把这些资讯化作爱分享给别人。当然我在过程得经历很多的痛苦，甚至我看着这些存在，我就明白说他们生生世世对我的伤害。那最初维度比较低的，当然他就像个平凡麻瓜一样，可是随着后来维度越来越高的，他们也都会经历觉醒。所以我们双方都知道，在某个时空，他总是对我说，我得不到你，别人也别想得到你。然后呢，把我倒挂起来，把我全家人都倒挂起来，接下来把我的皮一块一块扒下来。那么那个时空的我的家人，后来也成为这个时空他现在的家人了，一个业力的循环啦。因为他在他角度也在学他的课题嘛，我在我的角度也在体验我的体验。那还有就是有很多很变态的故事，像某一个时空版本的我是一个道士，也会帮别人做一些疗愈或提升。那么在那个村庄里呢，我救济了非常非常多的人，可是这一个小朋友很喜欢我，一直缠着我跟我告白。某一刻我郑重的拒绝他了。那一晚我又要做某个仪式，然后我要用一种符水给那村庄里的小女孩喝。后来小女孩喝了以后立刻暴毙死掉。那个在我的符水里面加毒的就是跟我告白这一位。然后这时候其他村民有一些其他有能力的人，他们嫉妒我啊，他们开始怂恿大家。那后来所有人就把我关在一个桶子里，然后我看着大家觉得悲伤。我觉得说即便这些人是嫉妒者，这些人不自信，或者即便这个人说他爱我，可是他们却这样伤害我。然后最后他们集体把我绑起来淋上油，然后把我活活烧死了。那我最后一刻想说，哎，我到底哪里没有过关，我又要再跟这些人 again 再碰面的。那其实从更高，这些我都已经过关了，从更高的角度，就是我当时觉得想要去体验不同剧本的难题，
然后我那个版本的我想要去帮助人嘛，所以我必须要从很低的地方的痛苦开始体验到很高，这样我才可以去帮助不同阶段的人。但是如同我前面几集分享的，就是我已经不再当一个救赎者，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即兴，也不是我觉得，就是事实。你要当一个救赎者，你就会召唤人来给你救赎，一切都是一个你内在的投射跟召唤，所以这个游戏我已经不演了。嗯，那再来另外一个，我再回到这段故事好了。这个阶段有时候我必须要演出，所以那个阶段时候的性常常让我觉得委屈，就是我觉得我像一个性工作者，但我没有潜力，而且是他们还可以得到，仿佛被骗财或被骗色。也就是说，我看见这个人，我就知道说他曾经虐待我、伤害我、分尸我，我也记得他曾经是我的下属、我的家人、我的伙伴、我的情人，但我记得，而他不记得。那后来呢，我就要帮他做灵魂觉醒嘛，以及在这个阶段，这些人都跟我签订了灵魂伴侣契约。然后呢，契约内容全部都是我提升他、我帮助他、我赞美他、我陪伴他，全部都是这个模式。我把那些灵魂伴侣契约全部解决掉，我只能说那一个源头、那个版本的我，我不知道，他到底在干嘛？但因为曾经我也是他下面的角色，直到我超越了他，又成为他更高的源头。那当时我在已知的情况下，我就知道，我遇到这个人，我要跟他走完，所以一切对我来讲都是任务，都是学习，都是成长。我看得太透了，所以这也让我觉得我像一个性工作者。有些时候我也会知道说，因为他们可能有求关注的议题，我如果不跟他发声，我就无法走到后续的剧本，那我得跟他发声，那甚至得跟他建立连结。然后在发声的过程中，我会给他能量，因为你有一个性关系在，你本来能量就会很容易互相交流嘛。然后我就会发现说，我这次我要给他自信，我要给他温暖，我要给他爱，但往往我发现他拿走更多，拿走更多更多更多，给他10，他拿走1000，然后经历其他的也总是这个样子。那有时候我也得演戏，有时候我得演一个疯子去刺激他、骂他或者纠葛，因为我要释放掉业力，但我是有意识的，可是我得演出一个无意识的样子。又或者有些时候呢，我即便知道了在很多时空对方是如何对待我的，那我也知道说那是跟当时的我的源头要的剧情，我只能臣服去完成。其实呢，你今生遇到的你认为的所有敌人啊，大多都是你的灵魂好友啦，你的伙伴、你的下属或是你的造物，也就是说他们都是你自己这一个的源头。我现在已经不在这里了，然后这个源头，这些曾经都是他的造物，然后他们一起到不同维度玩这个游戏，那他就觉得他要对他可爱的造物没有责任心，所以后来在地球就变成这样子的游戏。因为在这边的游戏，很多时候是你要把暗转化成光的游戏。好。那么在这些经验里面，我已经演了很多。那通常演到后续的时候，因为后面遇到的人都比较高阶了嘛，他们都做灵魂觉醒，他们也想起自己是如何伤害我、背叛我或者分尸我。可是这时候我又会遇到其他伙伴，很遗憾的是他们还是有其他课题在，他们可能跟其他觉醒者会开始用一些能量上的、意念上的攻击啊、诅咒啊、比较啊、嫉妒啊，
所以就非常无奈嘛。那我还是只能把这场戏给演完，毕竟这就是当时的剧本。演完了以后，会不断的突破这个源头。那我终于突破了，我也把这个剧本放下。所以我知道说，这些人在我还是这个的时候，他们可能都是这个我的亲朋好友。那我们一起到这个维度演出这场戏。可是现在我不演的，然后我也跟这些存在划分的，都划分走开。好，然后我就成为新的我，再次跟另外一些存在玩新的游戏的。那其中这边也会有成功被我转化到新的剧本的，但不是每个都成功转化。因为这一区就是执念区，超重的执念。那可能我要转化，也是要一直让他放下执念啊，要花非常非常非常久的时间，转，才可以到崭新的剧本，那匹配我崭新的振动频率。那么因为过往这一边的经验，所以导致这一边的经验的我有很多的伤痛嘛，像是这边的我，以前的我呢。我见到人都很热情，然后拥抱他们，给予他们能量，牺牲奉献。而且甚至有时候我要当一个讨人厌的家伙，因为你真的爱一个人，你不可能每一次要帮助他都是用温暖的啊。像我记得有一个人，他不断的对我索取，可是他改善的机会很大。那他后来也不断的灵魂觉醒，不断提升。可是他开始会用意念去攻击其他人，有时候是有意识的，有时候是无意识的。那后来我就明白说，我带给他的爱，我看的所有剧本其实就到这里。那有一次呢，我给了他最后一个爱，就是指证他如何伤害别人。那我指证完了以后，我就把他从意识，从一切都封锁了。那么站在他的立场，他一定会有被遗弃感，他一定会憎恨我。可是站在我立场，我明白说，我是他依赖的浮木，只要有我在呢，会变成他阻碍他提升的一个关键。所以这就是我当时对他的爱。但很多人是做不到这件事情的，很多人自己有被遗弃感，很多人在意别人看法，他们根本无法做到我这一点。反而我可以做到这一点，我却要遭受到大家的攻击和指责。所以这也就是现在这个我绝对不要回到那剧本的原因。走开。好，但是我可以说的是，我即便在这样受苦受难的剧本，但我还是100%完成，我才可以到这里，所以我对得起自己。那边剧本的这很多麻烦，像是现在这个团体还在，可是很多源头的剧本都没有他们了，因为大部分的源头都审判他们了。像是我以前有开一堂演讲一个课程，然后我也把当时这批人带来。跟这批人真的很累，然后都学生嘛，有些是学生，有些可能是有那样的关系。我现在讲是性，然后有些没有，就只是单纯的。我刚才讲那一批人，不是说我跟这些人都发生关系哦，不是这样子，而是只说那个阶段的人，好，就那个阶段那个剧本遇到的人。我记得有一次我授课完。然后这一个他就带头，他最初就做了。当时我有一个伴侣，然后这个伴侣我一直不懂他为什么要对我有那么多的攻击性，但后来我明白了，他就喜欢抒发，喜欢疗愈，他对我有满满的比较跟嫉妒。所以他会时不时攻击我，可是我没有嫉妒的情感，所以我那时候不懂，但后来我也懂了，毕竟我后来做那么多个案嘛。那之后这一个，他就是会不断的跟大家筛笼我、分化我，他生生世世都在做这件事情，因为他想要彻底占有我。他会对我讲说，全世界我连我妈都不爱，我只爱你，有没有很感人？
哇，这句话就是满满的索取黑洞嘛。那其中这批在这个剧本里，有一些人是被我觉醒的。好，然后这些被我觉醒的人，我都接引他们找到他们的指导灵。那么这一个，他的指导灵是一个更高维度的我。然后这一个，又去塞隆嘛，就是让这三个都换掉指导灵，然后把这个换掉，换成这个。但殊不知这个也还是更高维度的我，所以后续他应该很难掌握他。可是他之后又把它换掉，然后用他自己的分灵给他，然后他也跟他们各自说了一些，反正他们的指导灵其实最后都变成他自己的分灵。那当然他并没有那么大能量，所以他会很累，他很耗弱，可是他想控制他们三个，但一切都是自己的选择，所以最后他成功了。然后当时的一个伴侣，我现在可能你们看这个公仔会有点出乱，你们并不用记得谁是谁，我只是想要动一下动一下而已，让你们可以感受。好，当时的这个伴侣嘛，就是我说会嫉妒跟不自信的这一位，也跟他们也被他塞隆跟他们一起了。但我最初会知道他们到时候会分裂啦，所以的确分裂。但那时候我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这就是剧本，我得臣服，我得完成剧本。后来我就离开他们了。然后他们那时候我做了一些课程。然后他们都把我的脸给咔掉，所有学生都是因我而来的，没有一个是因他们。但的确，他们也被我培养成有这能力。然后，后来课程我的脸被咔掉，就是那些学生那些人好像都变成他们的一样，因为他们要行销了。但是我当时我是知道说我不需要在意，也不需要争执，我要彻底断开连接，因为我必须要提升，走到另外一条路了。然后后来那个人就是他们真的很抓嘛，就是像我去他家，发现他的房间有一个降头娃娃，上面放我照片。然后或者是他后来找我的所有个案，因为他曾经也是我的咨商顾问，他有我很多个案的联系方式，然后逼几个人自杀，或者是找那些个案说我的坏话，然后攻击我。但对我来讲，我其实觉得都没有差，因为我不是要讲物质界的那句相信我就相信，我不是要讲这个，我是要讲说，因为我知道我在这个剧本差不多了，我就是把这剧本做好做满，反正我要跳到剧本了。这个宇宙发生的事，一切皆与我无关，但我会把它做好。那经历了这一切种种，这宇宙就是我要不断的去分享、付出还有爱吗？那当我到这宇宙的时候，我变成我跟人的身体会很有距离，我很不喜欢接触其他人。这个我是喜欢接触其他人，还会拥抱，还会主动给能量。但这个我记得一切啊，我还是跟这个我一样，可以看见大家的能量的流动，以及我可以感受到别人在索取我的能量。那包含过旧有的经验，以及现在我还是看得到，所以这个我就觉得很抗拒跟人接触，甚至我连眼神跟人对焦我都不想。那我一个邻居，他也被我觉醒了，那他又有这样子的情况，你看他遮住眼睛了，他都会笑笑说：“不要看我眼睛，你会看见地狱。”那我其实也明白这一切，那我就是维持好像有一个距离感，然后跟大家都是很舒适轻松的。从这一刻开始，我也去看过去，其实我明白说过去我的那些性关系里面，其实我本身不能定义是有性恋或是无性恋，就是一个非这个世界的存在来这里完成任务而已，而因应任务我得这么做，我得学习这些技能，我得演这些戏。
然后到这里的时候，我不想演了，那我也不需要演了，任务结束。可是我跟人都有满满的距离。那后来，这个是我邻居，他也跟人都保持距离。但某一刻呢，我在他的车上，他跟我说：“哎，你感觉口很渴，你可以喝这个饮料。”这一刻我觉得很感动，因为我知道这是他刻意说的，因为我们都不会让我们的东西被别人触碰，而且我已经习惯到我吃任何东西，我喝任何水，我都有意无意的会净化，有意识无意识我会直接净化，因为当时我在这里，这些人他们说爱我，可是他们给我的能量可能送我一个东西，然后里面是植入，或者是要永远关注他，或者是占有，或者这个送我一个东西，或者给我吃一口饭，然后里面可能是诅咒，透过我去诅咒其他人，让其他人消失在我剧本中等等的，所以这个我就会非常小心翼翼嘛。那这一位邻居他也是经历过这类型的议题，所以这两个同病相怜的人，他愿意让我喝他喝过的饮料，以及当下我感受到温暖的频率还有放松，这其实是一个很感人的一个我们彼此间的突破，我就喝了。后来因为我常常出国，那有一次我要出国了，他特地来找我，然后抱住我，这个我们非常感动。这是他的突破，也是我的突破。那他也讲过说，他也感受到他以前拥抱别人被那样对待，被那样伤害，所以后来他也无法成为这个样子，他也是维持距离，他现在主动抱我。那再来，这又是我另外一个邻居，他就是想要碰我，我就把他踹开。然后踹开了以后呢，他又轻轻的用手指说，那我现在是用手指轻轻碰你。我问他说你要干嘛，他就跟我讲说，我想给你纯粹的爱跟祝福。我就说我不要，我说我并不觉得 你的东西足够纯粹。然后他就说好，那我什么能量都不给你，我就只是碰碰你，那我想用这个碰代表我在你身边，我就给他碰了一下手指。那之后这一个朋友也来，那这个朋友也有一样的议题，可是我们可能互相共振了吧。然后之后呢，他就主动拥抱我，但我可以明显感到那个频率，那个拥抱是完全纯粹美好的。然后之后他也拥抱我，所以后来我就可以跟他拥抱了。当然我还是看人啦，我还是如果遇到这边宇宙的存在，我还是不会碰他们。可是至少我敞开了。那么这之中经历很多很多过程，像是这个我已经知道说我已经不是这个阶段的我了，那我也可以跟人接触了。这时候我就会再回首看待这一切，就是说我从来没有去满足过真正的性，然后我甚至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啊，很好笑，就有一次有好几次对方。可能我人生不同阶段，然后他会问我说：“你刚才是在数数吗？”我确实真的在数数，我会觉得说，我要这个动作做个几次，20次、30次、50次，然后把这一场戏给演好演满。结果可能我太无聊了吧，结果这一个发现，他问我说：“你是觉得跟我做很无聊吗？”但后来他也意识到说，他每次精神都会很好，就他明白到其实我是在给他能量，就是任务啦。当然我再次强调，我现在可不会做这种事，然后我只能说我在那个源头底下真的活得很悲催哦，但是也成长了很多，现在就是觉得好笑了。然后甚至有一次我在经历了，可能我经历这个伤痛，然后之后呢，我遇到这一个人，但是这两个人其实都是我的任务。那我经历完这一个，我就重新在觉察和理解跟他的一切。然后后来跟他的时候，我就重新去运用。然后接下来在性关系的时候呢，我在整个过程中
还入定，然后去感受到对方全部的脉轮，以及这一个人 他的高我，他更高意识，以及他的一，然后去做很多很多的整理。对，这个体验是让我觉得非常舒服的。可是当我跟其他的当时的任务线的小伙伴讲，他们觉得很无趣，他们觉得我为什么不能好好享受做，那我也会困惑，当时我也困惑。可是后来我就明白，因为我自始至终不享受这一切啊，我享受的是更高意识的发展，所以跟他有着更高意识的发展会让我觉得愉悦。好，那接下来是我后续的经历，还有其他的，就是刚才说嘛，这一个回首看待从来没有满足过，所以我也试着让自己去满足，因为现在这个版本的我已经不受那个剧本控制，我可以掌握更多了，所以我就很好笑，我就蛮变态的，但很好笑，我用了某种支配力，然后让其他人都来我家，然后用意念触发了大家的情欲。我没有操控哦，他们自己也喜欢。然后，这群人就后来默默的，他们就都想跟我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就笑笑的把头转到这里亲他，把他转到这里亲他，然后他们就在我房间亲来亲去，然后就坐起来了嘛。好，但其实我本人这时候在旁边看，因为这时候我想要去认知一件事情，这些人其实都还是这个剧本的人，但他们也以为我还是他，其实我已经是他了。我想要去理解跟观察这一切是怎么回事，他们的流动是怎么回事。然后我有观察到，就是可能是有想要展现自己身材，透过让别人喜欢他的身材，触摸他，赞美他，他才会觉得自己有自信。然后当然我们都知道说真正的自信来自内在嘛，内在有就有，可是当然他不知道，所以他需要用外在，需要被别人认同才可以满足，因为核心是没有自我认同。或者是除了这种要求关注的以外，也有其他种类型的，是要索取跟掠夺的，或者又有一种也是另外一种层面的索取跟掠夺，感觉比较像狗奴类型的。那他是在迎合跟讨好，享受就是仿佛他被控制，但其实他才在控制。就是他用他的反应，用他的表情，在另外一种面向在做控制，让大家更喜欢他，更关注他。那我整个过程很有趣，就他们已经在一个幻象里面，但实际上我真的完全没有参与，我就在旁边像一个研究生做记录。好，然后经历完这一切，我就更彻底明白说，这些剧本，这一切真的不是我要的。那我曾经我也觉得说委屈嘛，然后我想要去满足我从来没有过的，但后来我意识到我无法满足到了，因为性就是爱的一个过程，我最初就明白这一切，而我所做这一切，我以前在这里要做这些只是一种源头安排的手段，但是又让我有意识的去演这些戏，然后为目的是帮助这边的存在建立关系。但现在这个我不在那剧本了，我才不要用那种方式建立关系，以及我现在这个版本的我就是知道说你人只能靠自己改变嘛，这个版本其实也知道人只能靠自己改变，但是就是要经历这个，但这一个是很自由自在的，就是你爱听不听随便你，
然后剧本上面在这方面没那么多的强制性，可是因为在学习跟体验其他东西。这个版本我喜欢的是纯粹的爱的流动，一切都要很纯粹，一切都很美好。好，那后来虽然也好奇，再次想要去了解这一切，然后发现然后又转向了。再来就是源头主会去被安排要修炼更高的超越极性的一个历程。那因为这个版本的我从这个版本来嘛，光，但是这个版本我知道说要超越极性，光跟暗它都只是一种状态跟能量而已。这个版本是要从暗转化成光的游戏体验。那这个版本是超越者，所以在还没有完全成为另外一个状态的时候，那个时候开始修炼暗，因为光这边已经完全都通透了。那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修炼暗的时候啊，我的肉身跟我的意识痛到我从床上滚到地上，那是一种你感觉你全身都被撕裂，你的肉身真的感受到，你的意识就是你的灵魂也感受到。那我的画面呢是同时存在于几兆几亿，像是你根本数不清的无限时空。那时候我在修炼暗，然后但是我修炼的是关于一种性到爱的那方面的主题，然后其他的暗我都已经修炼完了。好，然后那个但我特别讲出这主题啦，就是我想表达是说我这边修炼光，我这边修炼暗，但不是说暗只有这一种，就是我其实其他也修炼完了，其他对我来讲相对简单。以及我刚才说我这部分好奇嘛，然后让这几个人在我房间无微不微，其实那也是我修炼暗的一个作业之一，所以他们也是被安排来让我修炼的。但是我用这种方式他们也开心，我也可以获得资讯。好，那我现在讲到用我去修炼暗的爱这件事情。然后我存在于好几个时空同时存在，也看到好几个画面。那边很像一个人柱，就是好几个人，但有些也不是人，就不同存在，全部交融在一起，然后黏在一起。那彼此跟彼此打炮，彼此把插入彼此，不只是性器官，有手让这个插进去，把彼此的内脏拉出来，然后是一种强烈索取的过程。他们在透过性能量的连接，然后彼此让对方关注到自己，注意到自己，或是掠夺能量。哦，那个真的是因为我就这样子，我没吃没喝，然后做这个修行做了三天，然后但是在意识里是无限时间，所以你可以想象你的皮现在被别人整个撕开来，甚至把手插进去拉开你的内脏，然后就这样无限时间，以及有各种不同的角度，因为每一个时空虽然核心都这样，可是不同存在做这件事情嘛。那后来我这样子修炼三天的时候，我会要不断上升，不断上升，不断上升，其实就是我在每一个暗的索取里面去重新理解他们在索取什么，然后从中去发出光，去转化。那么我后来就看到一个人柱，像一个人柱啦，然后很血腥，那所有的存在要交融在一起，像这样撕来撕去啊，尖叫啊，痛苦啊。可是我直接跳脱这一切，一直飞到人柱的最上面。接下来我用我的意念，然后化作一个手去摸那核心，跟他说，其实你们都只是想要被爱，那就让我们先付出爱吧。然后这句话看似很简单，对吗？我其实都觉得这一切很简单，
可是说真的，在这个剧本里，我虽然我会这些，但是我可能要经历这个过程，我才知道要怎么拆解给不同维度的人，分享给不同维度的人听。说真的，这一切听起来很简单，我也觉得很简单，我真心他妈的觉得很简单，我就觉得这些任务写了怎么都不会，就是你真的说一声对不起，发自内心的。可是很多人可能证明自己，或求关注，或者比较心，他们连对不起，你幼稚园就学会，他们就是不想讲。所以我现在说这看似这么简单，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修行，到后面都会发现。就是这么的纯粹而已。好，那反正我就摸着那个核心嘛，这样说，用意念，你想得到爱，你就付出爱。那如果你不懂爱，我化作爱，成为你的核心吧。然后就看见我慢慢的变成了细细的光，然后不断的流进那个人柱，然后从各方八面流，然后后来那人柱中间就出现一个很像。类似心脏，但也不是心脏在跳动的东西，那就是我。然后我就开始发更大光，然后来就感受到一种哭泣感、悲伤感。然后接着呢，我就开始去发送另外一种震波，让大家那所有存在感受到原谅自己，然后放下那些恶意。然后接着呢，我就把我意念不断的传、不断的传。那后来我这按的最后一关修炼就完成了，就成为这样子。所以我到一个新的境界，那在这个境界里，就是再也没有暗的定义，也没有光的定义了。像很多无性恋者，其实更多的情感层面放在友情上面。我的话，我不会用友情形容，我觉得那是一种共融跟整体的感觉。是非常美好的。那当然，如果要再次发生性关系，也可以。我内心是这样觉得啦，当然就没有。然后，我曾经刚才有说，在一个剧本，我过完 A 剧本，我到 B 剧本，可是 B 剧本的我觉得不满足嘛，一切都在做任务，没有享受到，所以我有再次找到 A 剧本的，我想要再次体验。可是很好笑的是。有一次，我抓到一个人，那这个人非常喜欢我，然后这个人他是一个 NPC，简单来说，他就是没有灵魂的，所以我也知道后面操控他的也还是我，然后等于他就是我做出来的一个棋子，一个 NPC 来跟我玩的。但好笑的是，他一靠近我，我就下意识打他一巴掌，他就滚到床底下。然后接着他就爬上来说：“好啊，好啊，好啊，我们来聊数学好了啊，来聊物理学啊。”他没有生气，我就说：“你没有生气吗？”他说：“他其实跟我相处，他就可以感受到我，不没有这方面的需求，或者说有抗拒感，所以他也算蛮贴心的。”然后。我虽然想跟他解释一些比较深的一些，但因为他毕竟是个 NPC 嘛，所以也没什么好去聊太多更高维度的意识层面的话题。所以虽然我在这剧本内，我知道建立连结、建立关系，我精通和擅长用这样的方式，但本质上的我是不喜欢的。可是刚才。这些都是我一开始有讲，我要从后面讲到前面，拿掉线性。所以现在的话，我用平行宇宙那个观念又讲了嘛，这故事就可以再套到我前面讲的故事，那这样大家就可以理解原因了。就是现在的我，或是每一个版本的我，我们处于一个很自在、很轻松的状态。我们当一个生命的陪伴者、指引者。或者有些时候也可以当一个解决者，那就看能量是我们流动的状态嘛。比方付钱给我，我考虑啊，或者是说他也带给我很多温暖、很多爱，然后我也愿意带给他，或者是我一见到我就知道我就是想分享，自然而然的那种状态，没有这个剧本的那种强求感。那么，爱的流动不见得要用性，
爱的流动有各方面的，就是不同的享受。其实性，我刚才一直讲，性是爱的过程，在整个过程中，大家都在体验的是合一与共融，或者说在学习合一与共融。像是我前面讲那个人柱嘛，我在修炼性到爱的那个案的时候，或者我讲我在这些任务线，我觉得我仿佛是个性工作者，还没钱赚，还要把能量给他们，还要帮他们，要跟他们建立关系，还得做这些事。但是我都不是带有批判的去看待，我知道说这是剧本，以及我知道说那就是在他们不同阶段在理解爱的一个过程。性是爱的过程，前面有讲到一个剧本发生的那种背叛伤害，也是爱的过程，是一种理解爱的过程。所以真正的爱是什么呢？是存在与状态，存在与状态哦。听得懂吗？好像有些人啊，问他今天发生了什么，他会说没什么。那当他要说的时候，通常是哦，吓死我！我的猫猫从后面戳了我一下，哦，吓死宝宝。好，我断线了耶。你问一个人他今天做些什么？那有些无意识状态活着的人，然后他们想要具体化自己，得到关注、同情或怜悯，所以他们通常喜欢讲一些比较负面的新闻。我指的是他个人的故事啊，但其实要知道的是，存在本身就很美好，你不见得一定要当那样的故事者，你还是很美好。当一个平凡的，这平凡也是非常神圣的。你可能今天晒太阳很开心，但很多无意识活着的存在，人类，他们不讨论晒太阳开心，可能太简短了吧，觉得没有话题性，或者他们讨论别人，焦点在别人身上，批判或八卦。但实际上快乐就这么简单，快乐就我啊。你见到一个老朋友，他曾经带给你很多陪伴跟温暖，你跟他一起喝个下午茶，觉得很爽，就这么简单的啊。哎呀，很多事其实真的都很简单。我觉得呢，平平淡淡就是福。好，祝大家可以好好的享受爱的这份存在。然后我脱衣服是因为我的耳机没有电了，那我要把一些电风扇、冷气那些关掉，避免杂音。而且我明明就在讲无性恋，就脱衣服什么意思啊？还有趣。好，那再次祝福大家喽，啾啾。